总统一早特地南下旗山天后宫，受到民众夹道欢迎。在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夫人吴鸿陪同下，这回要来帮陈其迈加持。我们要分聚合集，因为咱的三季春差不多20天，啊，这20天是上重要的时间，也是上关键的一个阶段。我要甲大家拜托，陈其迈一定是上好上好的一个人选，因为伊一定会甲咱的中央政府做伙来讲。总统亲自挂脖颈，陈其迈当选才能中央地方密切合作，更强调陈其迈夫妇俩都是医师出身，都要来把高雄体质发展到最好。咱的半导体产业也开始进驻在高雄，所以咱的华邦电子在投资3000亿以下，最重要的工业商业也产业，而且做做国防产业，高科技的人才能够进驻在这里，我们优质的工程师都进驻在这里，高雄将来一定是台湾国防科技发展的重镇。前一晚大造势，吴鸿陪在陈其迈身旁，陈其迈辞立委，吴鸿全力相挺，再加上总统南下加持，力拼高雄选战加分，保住民进党港都执政版图。三立新闻黄新成、陈彦豪高雄采访报道。